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这礼拜母语日，要和大家分享的俗语是：买卖无成，人义关在。买卖无成，人义关在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，生意若做无成，但是朋友也关在。无需要打坏朋友的感情，袂使为着生理影响友情。对啦，讲实在，咱咧教册，若出外常常会拄着要去给人买物件的时阵，迄头家就讲免啦免啦，郭老师，迄请你食啦。另外，迄搭嘛讲免啦免啦，钱要互人，人就怪咧。真诶啊，假诶安尼？真正真是够好。你后摆若要去坐车，才甲我招一下，我才知我迄台发财啊车对去，通好食甲饱，佫甲载倒转来。我囝拢会讲，妈妈，佮你厝内足好个呢，物件人拢送咱食呢。但是我拄着个，佫甲你无共呢。有一摆我去买物件，问头家讲啊，这是偌济钱？头家就讲偌济。我讲哦，遮贵，敢会使算较软嘞？头家虽然讲，看贵你就莫买啊，哦害我惊一下。我想讲做生意哪有像安尼，我就随行去别搭。啊，还有一种佫较贱啦，阮一个朋友吼，伫菜市啊，咧卖青菜、咸果子，迄人摕一来，果子逐项甲你蒸，你柑仔嘛蒸。即芭乐嘛蒸，啊，搁有水蜜桃，甲你蒸一个酒一个。啊，金蕉嘞？金蕉哦，真诶，金蕉嘛甲你蒸，啊，蛇仔嘛甲你蒸，逐项都甲你蒸。啊，迄只车若远，袂使蒸，伊嘛甲你蒸。啊，迄若蒸落就将要烂去啊！安尼是要叫人安怎卖？真正是虾米款人都有啦，搁有诶人要试食。我捌去一间餐厅食饭，迄、那个头家足好咧，即招牌，迄招牌，招牌到尾啊，我干那叫几百块啊，尔尔，伊招牌超过要几半，实在足歹势，所以无法度，后摆迄间我就毋敢搁去啊，因为干那要互人请尔。后摆你着办请酒，甲讲吼。啊！你招牌就先来啊！啊，食好饱，啊，咱就要来走啊！哦，对，你这主意袂歹哦。即摆去就先甲伊讲，要招牌的菜先送来，安尼咱就毋免点啊，食无完，搁甲包转来，安尼人就免做生理啊。咱今仔日讲的上重要的，就是做生理为做生理。咱要甲人买卖，嘛爱较公道一点嘛，所以奉劝咱逐个做生意买卖，爱公道。感谢大家。